你带程程先回去吧。行，早些回来。没事啊，慢走。不然啊，晚饭没人做。哎呀呀呀呀，要命！加工资啊，记得。少年庄主，年幼可期，我抽了两年。没上大学吗？起床啦！新的一天开始啦，快起床啦！太阳晒屁股啦！再不起床就没钱赚啦！不起！哇，阿虚你好狠心啊！难不成将我一个人扔在荒郊野外？大老爷们什么的。